同学们好，朋友们好，我们开始新的一讲。上一节课我们最后学习了这个空心这个个体的结构型，摇滚结构型。不知大家练得怎么样？我们现在呢，请刘青给大家示范一下这首歌曲。歌曲啊，我们暂时就到这里。下面我们开始学习乐曲。那个学习乐曲啊，和歌曲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歌曲呢，主要是这个伴唱的时候，主要左手是用和弦，一般呢就是没有来那个弹音阶。我们弹乐曲的时候呢，就要我们大家就要对这个音程关系啊有所了解。大家看到我们那个这个教材第九页啊，有两个音位图啊，这个音位图呢，这个调弦是不变的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原来说调成米拉的小西咪啊，是指这个 C 调和的啊，也就是大家看到这个 C 调的音位图。还有一个大家看是 G 调的音位图，它这个上面标的音名是拉的哆哆米拉啊。它是这样称呼它，这样的话呢，就是变成 G 调的啊。这个弦的高度本身不变。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它那两个图形，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哆来咪发嗦西拉的基础上是怎么样找到的啊？这里跟大家说一个这个规律啊，也是要求大家一次性就要记住。因为这个我自己学音乐的时候，好像就是一次就记住了啊，所以说这个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大家这个比我记忆力肯定还会好啊。这个哆来咪发嗦来西哆啊，再往上面啊，再往上行仍然是重复，哆来咪发嗦来西哆，哆来咪发嗦来西哆，就这样往下重复，重复的这样那个上行下行呢是哆来咪发嗦来西哆，哆来咪发嗦来西哆，这样的。始终是在排列啊，这个，它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排列中啊，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只有咪发之间啊和西哆之间是这个啊是小二度，也就是半音音程啊，咪发咪，大家就听这个啊，就是半音音程，或者是。咪拉哆西西哆西，大家啊能听得出来，能感觉到这个半音程比较短。除了咪到发，
和西藏刀以外，其他所有的音程都是大二胡音程。比如说，升啊，拉到西，西，升华啊，这个都大二胡，大家能听得出来。那么我们在吉他上怎么找呢？请大家看我的左手。我们知道这个规律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吉他上所有的音从任何一条弦上都可以找到所有的音。我们看，以 C 调为例一弦、四弦是咪，那么呢咪发是半音，那么我们就升到一个品位，就是发。发到烧呢，大家看，发到烧呢是个大度，也就是说是两个半音的音程，那么中间隔开一个，发，发，发到拉也还要隔一个隔开第四品到第五品了这是发，发拉，拉到西呢还要隔开一个品位，隔开这个到这七到八是半音，大家看到没有？八，这是八，回来的时候大家看，八。这是个半音，然后是全音，全音，然后半音。第二弦大家看，第二弦是西，后弦是西，那么西高是半音 ，V 高到 V 一个大二度 ，V 的咪又隔开一个，隔开一个弦咪到发又是半音，大家看，一个弦。然后呢，大家看，发到高仍然要隔开一个音，拉又隔开一个音，是这样的。以此类推我们就不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了什么那么我们再以G调为例，G调，大家看这个琴这个G调的话，我们就一弦就称为拉，大家看我的左手。一弦空弦是拉那么呢西拉到西大二度，那么就要隔开第一弦到第二弦，这是西，大家听空弦音是拉西西手的二弦刀西刀是半音第三弦，刀到歪隔开一个歪到咪隔开一个弦位，咪到发又是个半音不要隔了，发到发大家看，又隔开一个，刷到拉还隔开一个，是这样的。回来大家看，隔开一个，刷，刷，隔开一个，刷到咪是半咪，咪到歪又隔开一个，歪到高隔开一个，高到西不隔，相邻的，然后西拉，大家看到了，这是一个当然了，大家弹熟了以后，我们听用那个用我们耳朵也能辨别出来，大家可以听一出来，另外再加上我们刚才这个对这个规律有所了解，然后我们按照规律再找，一般的音都是能够找到的，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这个在第一把里头练一练。第一把的时候练一练第一把的时候这个咱们音乐图上都有，现在大家看一看我的左手，我给大家弹一下 C 调的音阶，C 调音阶。也就是说你在手拉西东和你走的路西东你在手拉西东你在手拉西东你在手拉西东慢慢去摸，慢慢去摸，这个这样的话呢，我们很快就能够把它弹熟了。现在就请大家打开这个第59页大家打开59页，看这里呢，这个曲子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分三个部分分三个部分，我现在给大家弹第一个部分大家听一下。
我用慢点的速度给大家弹，然后弹两段速度。要是大家要注意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大家看我这个，这个手，左手，看我左手，这个离弦都是比较近的，就是说几乎是贴着弦弓的手，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准确，准确性强，另外一个这个倒指的时候痕迹出弦没有痕迹，比如说这个地方。接着弦滑下去，是这样的，不要这样，这样的上面手脚上面这样折根都不行，我们要求手呢维持住这个形状以后呢，就是接着弦走，大家看到没，基本是这样的，弹二弦手也是这样，三弦，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这手动作很小。另外一个呢，手基本上呢都贴着弦走，离弦很近，大家要听一听这个这个高音的旋律部分。我们要求大家练的时候呢，仍然是和练伴唱一样，也是一句一句的练。下面呢，我们给大家弹第一个旋律部分，大家听一下。听到了，这是低音的旋律部分。低音的旋律部分，我们要求呢，就是弹的要比较实，弹的实。大家听一下，这个低音要稍微弹的，因为它是旋律，要弹的重一点。大家听一句。要求我们把这个旋律弹明确。大家看这个最后一部分六十页还有这个最后一小段最后两行是泛音的这个弹法。这个弹法呢，我们下一节课再讲。现在请大家就是说，我们先练习一下泛音。泛音是怎样发出来的呢？大家看我的左手，大家看我的左手。一般的音呢，我们是把这个把弦按到底。大家看，我按一弦的时候，按到底弹出来是这样的，声音很熟。泛音要求我们按着这个十二品位这个品位的上方，大家看到了这个地方，不要按下去，轻轻的轻轻的抚摸这个弦，再听一下，轻轻的抚摸这个弦，再弹二弦，三弦，它这个声音呢，就是说，有点飘逸，这个也比较这个比较好听。
现在音量比这个十二稍微小一点，但是这个很有效果。希望大家练一练这个。然后我们下一节课呢，我们再讲最后这一部分。好，同学们，再见。